早上都要喝一杯茶，像老头一样。泡了以后，这个东西可以拿出来，真的特别有一种大叔的感觉。早上起来头发一般都就是奇怪的造型。待会儿见啦。嗨，大家早上好啊！今天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关于唱歌的教学活动，现在在等电车。哟。有没有一种上个世纪的老会所的感觉？哟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嗨，这个是我的歌友，叫大宇。嗨，我是他的歌友，不是他的歌，我叫大宇。没在吗？哟。哎，你俩干嘛呢？是我吗？对，你是下。拜拜。那你放到群里吧。好。哟。哟。现在下午的活动结束了，现在要去吃饭，然后赶着去上晚上的声乐课，好纠结，要不要喝奶茶？因为感觉昨天又长了一个痘。但是今天周一，茶汤会两倍起份。茶汤会的麻辣烫。这个是豌粉，超好吃。我最爱吃奶茶店的麻辣烫。不应该买奶茶，我刚才完美赶上了紫金线的通勤高峰，非常酸爽。东坡肉汉堡，什么？被饱吹饿唱嘛，所以上声乐课之前一般我不会吃太多东西，所以我打算打包一个汉堡，下课了以后回去吃，然后我打算就在这里坐一下，在上课以前就剪一下视频。哟。嗨，ミカ先生です。こんにちは。哟。我最近ちょっと毎日更新してる。すごい。あと4日。あ、決めてんの？なんで？なんで？自分で？あと4日やろうって決めてるの。SNS で書いただからや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。それも何日目？今日は18日。すごいやってるね。すごいじゃん。よ。スタッフパートやります。まず強くちょっと出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。回家啦，拜拜，明天见。